中国六大高口碑寺庙不收门票，香火极旺，你去过几个？一、北京广济寺。广济寺在中国佛教界可谓如雷贯耳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历史悠久，文物俱丰，前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。二、汝州风穴寺，中国最早的深山古寺，已有1800多年历史，被誉为七世同堂的古建筑博物馆。来到这里，让你知道什么才是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三、平顶山文殊寺，建在海拔1112米高的俺窟陀山，又名俺窟陀寺，拥有5棵树龄2000年以上的银杏树，每年秋天满地金黄，香火兴盛，还能吃到免费的斋饭。四、寿县报恩禅寺，寺内古朴幽深，威严庄重，2棵古树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，前来上香的游客络绎不绝。五、厦门南普陀寺，它是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，气势宏伟，错落有致。这里最大特点便是高僧云集，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，众多游客燃香朝拜，祈求健康和财富。六、苏州北寺塔，素有江南第一塔之称，在苏州人心目中地位很高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整座寺塔气宇不凡，雄伟壮观，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苏州古城的优美故事。这六座寺庙不收一分香火钱，只为给人们提供一个上香祈福的圣地，为中国良心寺庙点赞。